天王挑战不可能的任务，飞车突破熊熊烈火。但是就在大家都做好万全准备的同时，气象局却发布大雨特报。战后湿滑地面会造成的飞车容危险性增加90%。他们要给大家猜，对不对？就是哪其中有一个是真正的那个，真正是享有国际地位的。那你来出题目。好吧，我们一起来欢迎我们的亚洲车神。请问你是亚洲车神吗？我是亚洲车神，我连续15年啊都是拿到全国的总冠军。第二位感觉起来比较雄赳赳气昂昂，对，亚洲车神，哎，正好就是我，正好，哇，哎，每一个人都说他就是亚洲车神呢。亚洲车神是你吗？没错，就是我。我怀疑你是摔跤选手。不止，哎呦，还单脚啊，非常搞笑。一秒，你到底能不能3秒嘛？你想怎样嘛？你就当娘娘腔王子会怎样嘛？好了，一秒，最后请看看呢，嘿嘿，亚洲车神现场给他表演，掌声鼓励一下，来。现在呢，把镜头呢移到我们中视外面，所有的这个同仁呢、都现在在这边。等一下来欣赏一个很恐怖咯，它是叫做水火同源的表演咯。好，来来，换人，下来的时候顿一下，所以一是要自备安全气囊，很痛哦。加油了，小心。杰志、杰妞、李婷宜、范玮琪、黄家千，还有 Beautiful Fall in Love。亚洲天王任贤齐要出现在超级东西区啦！为了让大家看到不一样的任贤齐，制作单位与唱片公司经过多次的开会讨论协商，最后终于达成共识。我们决定让天王挑战不可能的任务，飞车突破熊熊烈火。任贤齐多方考虑后也同意接受了。在表演前一日阳光普照、晴空万里的好天气之下，制作单位与唱片公司都信心满满，期待能够有好成绩。但是小齐的飞车突破任务真的能够顺利完成吗？神飞车突破熊熊烈火，但是就在大家都做好万全准备的同时，气象局却发布大雨特报。战后湿滑的地面会造成的飞车容危险性增加90%。唱片公司在安全的考量下本想放弃，但小齐不忍拒绝现场众媒体及歌迷的期望，硬着头皮上场喽。在恶劣天候下，任贤齐将如何飞车突破熊熊烈火呢？是一道大题目。好，本身呢，我个人非常崇拜吴宗宪，因为我觉得他是万能的。然后每一题啊，每一个题目都难不倒他。可是这一题他
必须请一个枪手。哦，对啊，听说啊，这道题目啊，跟这个骑乘机车要戴安全帽有关系的哦。它题目是说谁是亚洲的车神，但是我们找到这个出题人啊，他才算是我们亚洲的天王啊。他来颁满你啊，厉害厉害，颁满你，你也颁过他主考官啊，真的吗？那我们先欢迎他出来，好不好？好，欢迎我们的出题人任贤齐。你有没有看到我们这个东西君，对不对？你才第一次来上啊，因为我之前都没有机会，对呀，没有机会啊。哎，你要知道，哎，讲不艺术呀，之前是小董主持，他才不甩小董，所以他就不来。可能那时候我演有台的连续剧，所以没上来，比较敏感一点点，就没有来。今天要来到我们现场，听说日本的歌迷哦，啊，在哪里？现实 come from Japan 啊。来来来来，挥个手挥个手，你好你好你好，你好，对不对？都鸟，但是回到国外去了，对呀，他日本人哦。啊，有没有看到？他跟我们家那个就是印尼朋友很像。哦，了解。对，我这样讲。黑黑的，健康啊，是比较健康。对的，不过这个很欢迎啊，很可爱，可爱，可爱。对呀对呀，浪费父母亲的钱来搭飞机来这里。翻译出来哈，面带笑容。他懂中文啊。那今天你带来这三位要给大家猜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就是哪其中有一个是真正的那个，真正是享有国际地位的，你来出题目，好吧？我们一起来欢迎我们的亚洲车神，请开门。哇，是不是？哎呦，你看吧，不会吧？紧身衣、紧身裤，你看。等一下，怎么一号跟二号长得蛮像的，但三号因为玩车的人都有一样的气质。有一样的气质是吧？对对对，好好来给他访问一下，好吧？请问你是亚洲车神吗？我是亚洲车神，我连续十五年啊都是拿到全国的总冠军。十五年，这位小伙子，十五年，你不过看起来才二十啷当岁，十五年。他们很小就开始学了，有些都开始在六七岁就开始学基本动作。真的吗？要哈拉，你学多久了？哇，我被摔得记不清楚了。我觉得你有一点面善哦。你是不是有在中兴百货摆地摊？卖太阳眼镜？是不是亚洲车手？年纪并不大，所以不要被外形的骗。不要被外形骗。哎，你问一下比较专业的问题。那今天我们介绍一下，你们可能有参与一些拍摄动作，有什么比较惊险的，可以我们分享一下。我拍摄过惊险的很多，小黑的肚子都被我压过。肚子躺在那里让你们压过去，这样那是故意的还是失败啊？是表演吗？还是有时候是成功，有时候是真的压到了。就算是车神也会失手。好，这是第一位，大家都会乱哈了。第二位感觉起来比较雄赳赳气昂昂，对，亚洲车神，哎，正好就是我。哦，真好哇！哎，每一个人都说他就是亚洲车神了，所以非常的自信的。考一下，考一下专业的。那请问一下，那个借我们介绍一下，一般大家对于那个技术车的比赛过程，你和我们稍微讲解一下。技术车，哎，比的不一样哦。听听看，听听。技术车很简单，它就是慢车。在比赛的时候，不是以速度取胜，是以平衡取胜。如果失败了是扣五分，脚着地的是扣一分，着地两次是扣两分。但是这三位当中啊，最适合应该是三号。Why？ 为什么？为大家郑重介绍一下，看到他的平头就知道，经常戴安全帽，有没有看到？比较方便。三号，亚洲车神是你吗？没错，就是我。我怀疑你是摔跤选手。对呀，好壮哦！你这边要大家介绍一下了，这位亚洲车神曾练过健美，得过健美先生的头衔呢。得过健美先生哦，真正的答案得过健美先生哦，而且很显然，铿锵有力哦。他的裤子太紧了，这边比较绷。那你有得过比赛吗？已经十五年得过冠军。连续十五年得的冠军，哎，有可能。你看日本有没有那种竞速的车手？都十八十九岁而已耶，真的。真的，像美国的世界冠军也都是在十七八岁就拿了冠军，年纪很轻。那因为他们那个人
个子没有那么大嘛，然后速度很快。嗯啊，少年的看不惊死你啊！我的哎，那个一撞上去，哎，是人包铁。哦，其实基本上二轮运动其实蛮安全，因为人车会分离。那么失败的时候，他会有保护自己的措施。哦，就是摩托车一丢了，赶快就是跳到。对对，难怪看他们 spin 的时候打滑有没有？咻，然后车子就去了，人就往另外一边，还滑，还能做动作，还站起来。那是 GP 跑车了啊，跟这个他们在爬那个。为什么我永远都讲不对？所以很多人会印象错误，就是这样。其实我觉得除了说之外，要让大家知道这个技术车的特性，对对，要请他们示范一些基本动作。我真的是啊，大家看动作就可以判断了。一号，请准备了。哎呦，没有椅子，哇，没有坐垫，坐起来岂不是很爽？一定要站着，因为车的扭力非常大。要站着。坐着屁股会痛。示范一下。先示范这个叫什么？我们示范太难了，我们要让大家稍微了解一些基本动作。好，他要为我们示范的这一招叫做亚洲车神，亚洲车神放香秀，这是放双手的平衡。好，再来欢迎二号。个人骑车已经四十几年了，很资深。哇，还会跳哎！对，利用那个弹力以及那个弹弓油压的那个作用力，不秀。对，来做一点重心的调整。哦，厉害！移位。哎呦，哎，哎呦，可以把骨溜。哦，我多拜赛道铁车头厉害啊！是有扣一分，扣两分。人有失足，马有失蹄啊！哎呦，厉害！学狗撒尿那一招，哇，厉害！其实基本上因为我们这个地板比较滑，摩擦力。今天因为地板的问题了啊，三号，31岁，学了30几年，哎呦，哦，大火嘞！我们地板比较滑，有一点限制，不然的话会表现得更吓人哦。来来，请我们范玮琪小姐下来准备一下啊。这提示已经差不多了，哎，大家猜一猜，因为车神的气质是不一样的。对对对。那中线，不如你来热身一下。我来骑一下，是吧？对啊。是我遇过最难的机车运动。快点，这样糟糕。来，我自己处理掉，因为我现在已经很久没有教学生了。有。曼哈拉。仙哥，其实你要只要示范一个定点，定点。仙哥加油！加油！明天又有头条啊。那个老师啊，我只有一个问题啊，这个怎么发动啊？算了啦，不行啦，我这不会的，我不会。大家看到，其实他基本上都又没有脚架，对对对，所以一定是竞技用的，所以在马路上其实，没有安全规格，希望大家不要骑。所以这个马路上是不可以骑这个，竞技用，竞技用，竞技这个也没有车牌的，对。有没有？好，那就这样了，给大家猜了，我是不会骑了，好不好？站在原地站3秒就好了。真的吗？就站起来踩在那里，准备，对，然后妈数1、2、3，这样好了。hold住就好。好，还没啊，还没啊。哎呦，你还会跳啊，这招你也会。1、2。我这个我都学不好，真的，因为没有马力的状态。那你来啊！这我没有学过，3秒也不会。3秒，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而且啊，刚刚那个中线那一招真的是很厉害，因为中线今天穿了高跟鞋，他还可以穿3秒。我们小齐3秒钟完成的事情还很多。哎呦！不止不止不止！哎呦！还单脚啊！我是骑越野车的，这个是最难的基本动作。对，是，快点啦！啊，定点2秒，好不好？你2秒，尽力，加油加油！小贤爱你哦。喂，爱你，森田公主爱你，爱你，木村拓哉。但你动着脚踏车啊，还要滑行啊？怎样？OK， 撑起来，1秒，好，超过3秒就有奖，1秒，好，3次加起来有3秒，我们就算过关。
好，预备，去，一秒，两秒，好，预备，起，一秒，你到底能不能三秒嘛？你想怎样嘛？你就当娘娘腔王子会怎样嘛？好了，一秒两秒，哦，是，可以用这一招有用。丢完油，丢完油。哎，你怎么不行？哎，你怎么来两下就挂了，老师？哎，真的有点难，真的蛮难的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开玩笑。可是我玩过蛮多东西的，这个真的蛮难的。没有，这个都要靠一些巧劲儿啦，对不对？哈，技巧很重要啦。到底哪一位才是我们亚洲车神？请选择。好了，范玮琪同学。我觉得他脚的那个肌肉线好像有练吧，就常常在骑东西，所以才那么粗，所以我就选单。好，了解。好，来，脱音了。因为我好像有在电视上面看过他，而且刚刚宪哥在叫老师的时候，他有那么唰一下这样。哦，唰一下。对。好，不管如何，我们亚洲车神现在已经来到我们现场了，而且等一下会到外面来做表演喽。我们一起来看看我们亚洲车神到底是一号、二号还是三号呢？现场倒数计时 ，Final Countdown 5 seconds， 我们的亚洲车神，请开门。老朋友，老师好，我们还要用演的才糟糕了。对，那两位其实也是各中好手，怎么那么厉害？了解一下，来，那二号你是？二号爸爸，好像跟我们是兄弟啊。我是亚洲车神的亲哥哥，我叫陈双富。哎呀，丢了，我的光头男神都要打拼，但是车神干了几年了呀，对不对？您哥哥是狐神呢。三号这位小男孩，我是亚洲车神的徒弟。哎呀，你干嘛徒弟？但你等于是左右护法的地方了。是哦。来，洗头有没有护法？没事，我们到外面来表演，好吧？我们一起看看呢。嘿，亚洲车神现场给他表演，掌声鼓励一下，来。现在呢，把镜头呢移到我们中视外面，所有的这个同仁呢、都现在在这边。等一下来欣赏一个很恐怖咯，它是叫做水火同源的表演哦。外面下着雨，等一下还要跳火圈。更恐怖的是，亚洲天王呢，跟亚洲车神要合作一下。对啊，你们两个都要一起上去的。我是演那个火、啊。对，你这个发型最适合跳火圈了、啊。老师已经在那 stand by， 准备好了。好，我们给老师热情掌声鼓励一下。你好活泼啊！第二项表演，夹住，亚洲天王指导车神龙宪，任贤齐的第一次能否顺利完成呢？任贤齐挑战不可能的任务，飞车突破熊熊烈火。但是就在大家都做好万全准备的同时，气象局却发布大雨特报，下雨后湿滑的地面为小齐的飞车任务危险度增加90%。唱片公司在安全的考量下本想放弃，但小齐不忍拒绝在场媒体以及歌迷的期望，硬着头皮上场喽。在恶劣的天候下，任贤齐将如何飞车突破熊熊烈火呢？任贤齐的飞车任务，第二项表演，那就这个了，就你了。拜拜，今天下雨啊 ，KKK 绿华再来取消什么上去？好，可以了，坐好了，新梅再见了，明年再到这里看你，好，已经站着怎么唱？不说了，没有，新梅加油，新梅加油，哇，快点。加油！好，来，换人。下来的时候顿一下，所以一是要自备安全气囊。很痛哦！加油了，小心！
问他听歌呢，小七一点也不紧张，看来对他还是小 case 呢。不过天雨路滑，天王还是小心为妙吧。来了，任谁骑，小白脸任谁骑，到底能不能跟车神跳狗链成功？我刚刚下来，我听到嘣嘣的，真的哦，要小心，要把脚夹紧。但是我想最想丰胸的就是范范。Go！ 而且范范很高，对不对？太好了，我们来等一下来看老师来几项这个的独轮车的绝技，好不好？来跳火圈，准备啦！哇哇！那小齐就你了，赶快！小白脸任贤齐，我只出上面。史上最残酷的考验，小齐将如何完成呢？车神车有一点紧张，因为要载天王，好不好？来来来来来。这是一项挑战性很高的一个啊，这个他们练了很久才敢坐上的表演，效果来了。小白脸，加油！来喽来喽！耶！天王不愧是天王，熊熊烈火当前仍然面不改色呀。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小齐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吓死了！身体还有火，还有火！小白脸，小白脸怎么样？头发有点卷，头发有点卷，没问题，没问题，谢谢。熊熊的火光之中，结束了车神的表演，果然不愧是我们亚洲。